九月七号啊，星期六嘅呢一集嘅鳄鱼谈啊，美国同中国而家呢啲嘅关系就唔敢讲话去到势成水火，但系都系虽不远都吓，即系虽不中都差不远啦，系嘛？大家而家啲嘅关系就江河日下，就已经咧就进入一个嘅冰河时期，咁啊短期之内都难有呢一个嘅吓好转或者系破冰嘅呢一种嘅呢一个嘅睇法。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啊无他嘅系嘛，美国佬啊即系睇你唔捻顺眼，知道你搞搞震冇捻帮衬，成日就话乜捻嘢嘅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实请你条扑街冚家铲就成日都喺度兜督将军搞搞震冇捻帮衬，啊证据确凿系嘛，近排一个纽约州州长里面竟然揭发到佢一个嘅啊。前日副幕僚长啊，一个叫做 Linda 新啊，一个嘅孙文嘅一个大陆嘅移民啊，一个嘅副幕僚长啊，以前嘅系嘛，竟然就系潜伏咗喺佢侧边里边啊，利用佢嘅呢一个嘅职务啊，然后咧就系暗中推动一啲嘅中国嘅呢啲嘅议程，仲同咧好多嘅一啲嘅屌你老味所谓嘅非盈利嘅呢啲嘅组织啊挂名啊，即系呢一个嘅服务华侨嘅呢啲嘅屌你老味摆捻到明系奶共啊，俾中国渗透咗嘅一啲嘅组织，就未来眼去。咁喺好多嘢里面呢就係发现咗呢一个个中共喺背后操线嘅呢一个嘅影子，扑你个街，连美国呢一个嘅纽约嘅呢一个嘅州长里面啊，佢哋嘅呢一个嘅冚家产侧边都潜伏咗係中国呢啲咁嘅撚屌嘅屌你俾嘅代理人或者係间谍啊，咁你话死唔撚死啊，分分钟呢一个只不过係冰山一角，咁究竟边个亡边个之心不死呢，大家都超然若揭啦。咁啊，當然呢一個嘅中國而家俾美國佬就已經開始陸陸續續還拖，又關税啊，屌你老尾啊，又禁運啊，又呢一個嘅晶片就呢一個嘅唔准俾佢啊，咁啊呢一個就可以講係咎由自取，但呢一個嘅先聊者戰就打死無咎怨。咁啊點解咁撚樣講咧？咁啊因為呢一個嘅中國就正宗就係嚇欺善怕惡嚇，同埋呢一個嘅冚家產咧就呢一個嘅忘恩負義。系嘛？美国佬对你咁捻好，系嘛？美国佬八国联军揼柒完你之后，收你到啲乜捻嘢嘅赔款啊？屌你咩嘅保密啊？啊，还翻俾你不特止，又帮你起大学啊，起医院啊，依样嗰样，帮你希望啊就尽力啊进入呢一个嘅现代化啊近代嘅，屌你老尾同你建交之后啊，又帮你啊屌你俾吓入呢一个嘅 WTO， 希望你可以藉着经济啊。大家发大财啊，然后你就发财就去立品啊，改善你嘅呢一个嘅政制啊，走近呢一个嘅美国嘅民主啊，呢一边嘅呢一个嘅政治嘅呢一个嘅光谱，哈，殊不知你啲咁嘅冚家产，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得人好处唔捻千年记，就喺度背后就屌你老味密谋，就搞鸠呢一个嘅美帝。更加扑街冚家产嘅就呢一个咁嘅中共政权，屌你老永，系嘛？而家啊，屌啊，升冚家产呢一个嘅俄罗斯啊！或者係以前嘅蘇聯啊，立撚咗中國咁撚大片嘅呢啲嘅土地啊，係嘛？全部就霸撚佔咗，就唔撚夠還翻俾你不特止，係嘛？仲要喺你側邊就屌你老尾閪啊，煽動你，屌你老尾係支援佢啊，支持佢侵略呢一個嘅烏克蘭啊，係嘛？等你嗰個撚樣啊，就係同世界為敵啊，咁撚樣擺撚到明就係損友同埋靠鳩害嘅。人哋攞撚咗你嘅土地不特止，你哼都唔撚計㗎，哼一聲，叫人還嘅吉士你都冇。更加賓州嘅就係一個嘅海參崴嘅依個地方裏面派遣你解放軍嘅呢啲嘅海軍啊、軍艦啊，屌你咪冚家產喺嗰度巡地嘅咩撚嘢聯合軍演啊咁撚樣嘅依一個嘅情況，你話幾撚咁賓州？因為海參崴自古以嚟就係大清帝國嘅依個地方，係咪亦都係屬於嚇？即係如果你打算盤，你都係依一個中華民國嘅依一個嘅土地，你涉咗國之後嚇，依一個嘅海參崴就係中國嘅依一個嘅地方啦，係嘛？你讓撚咗俾依個蘇聯俾人霸佔咗，唔撚夠膽屌問佢攞翻之餘仲派軍隊同佢做聯合軍演，簡撚直就屌你俾跪低，拉開佢哋條拉鏈，成抽嘢拎咗出嚟就要攣攣佢，或者擺入口咁撚滯，真係折撚墮。咁啊，當然啊，即係好多嘅有識之士都覺得中共正一撲街冚家產啦，幫你嘅對你好嘅，屌你老尾你唔撚識得珍惜，唔撚識得同人哋友善，蝦鳩你嘅，屌你老尾係搶你嘅土地嘅，霸你嘅呢啲嘅地方嘅，掠奪你嘅呢嘅利益嘅 resources 嘅，啊你又同人哋稱兄道弟，邊有咁撚撲街冚家產嘅係嘛？咁好啦嚇，你當美國佬傻仔啫，但係即係容忍都有一個嘅忍一個嘅限度係嘛？屌你老尾係即係。俾你一次又一次咁樣屌你咩嘅墮台底係嘛？俾你一次又一次咁樣樣揾笨，並唔撚係代表美國佬係唔撚識得還拖，美國佬唔撚識得覆桌嘅。
咁好啦，啊，即系而家啊，即系陆陆续续踢爆咗你啲咁嘅冚家铲，系嘛？同俄罗斯眉来眼去之余，又对我国家吓，啊，上下其手搞渗透啊，依样嗰样那样啊，系嘛？咁啊，而家吓开始啊，即系陆陆续续啲嘢就排捻住队嚟啦。嗱，啊，暑假就放完啦，美国嘅国会咧就开始咧就系，是，夏季休会完毕啦，就开始咧就会复会。咁啊喺嚟紧嘅依一个嘅星期一。9月9号呢，咁国会呢就一开始呢就係喳喳林呢就要将一啲累积咗嘅一啲嘅法案啊就要拍板审批，然后交俾呢一个嘅总统啦。咁唔知係咪趁拜登係咪11月呢一个大选之后出年做到1月係咪喳喳林有啲咩嘢呢就交俾拜登呢就快刀斩乱麻签署拍板行车咁样。另外放緊咗暑假太多工作要累积，咁有好撚多嘅议案啊法案啊都要呢一个嘅审批啦。咁嚟緊呢喺呢个九月份里面呢已经呢就有36条嘅法案呢就係等緊呢一个嘅美国嘅国会呢就要即係经济啊然后决定会唔会通过啊咁样。而36条嘅法案里面呢有 78%, 即係有28条嘅呢一个嘅法案呢就係，是，针对呢一个嘅中国同埋呢一个嘅中国嘅呢一个嘅香港。咁啊哇喺36条法案里面有28条都是针对的这个的中国和这个的香港，那这些法案是不是对他们是不是派钱啊派糖啊请女给他啊屌你跟他这个的鸡包翅啊定是怎样啊，当然不够是啦屌你老味陆陆续续这些法案都是很能明显针对着他，即是或者是取消一些什么的优惠，或者有些什么的东西是要打击他们的如此类推，是吧，那要审视这些法案，那要尽快要 kickstart 交给拜登去这个的签署的。咁首先第一条法案呢佢哋应该要倾倾嘅呢就是一条叫 HR1103HKETO, 咁呢一个嘅法案。咁呢一条嘅法案呢就係，是，去审批一下究竟啊喺香港啊驻美嘅呢一个嘅经贸办啊呢个咁嘅团体喺美国里面有三个啊会唔会继续有持有呢一个嘅特权。咁而呢一个嘅美国嘅驻经贸办呢有啲乜撚嘢嘅特权呢，咁美国嘅驻经贸办呢就係，是，即係美国嘅驻美经贸办呢讲返清楚啲呀，美国嘅驻美经贸办呢其实呢就虽然唔係好似咩大使馆啊外交使节咁样，但佢哋亦都有呢一个嘅外交官嘅呢一种嘅待遇嘅。咁呢啲嘅经贸办嘅呢一个职员呢虽然唔係呢一个嘅外交家或者係一啲嘅外交官，但是他们呢就是等同有外交官一般的一些的屌你的优惠。那么在美国里面呢就是不需要缴纳一些的关税啊同埋一些的进口税。那么亦都不需要缴纳一些呢就是财产的一些财产税。那么甚至无入境美国的一个的时候呢亦都不需要呢就给人家呢就是审查的一个的行李的。哇喺咁有呢个咁撚好嘅呢一个特权力，即係点解会咁，即係基本上当你不敌咁撚滞啦，即係当你即係香港等同于一个嘅国家里面，虽然你唔係一个国家，但係你喺我哋美国里面嘅国土里面有呢一个嘅驻美嘅呢一个嘅经贸办呢就係，是，等同于呢就一个嘅即係大使馆啊领事馆咁样，你嗰啲嘅人员入到嚟呢就有外交家嘅呢一个嘅待遇啦。咁但係而家随住中国嘅呢一个嘅北京对中美喺一个中国香港嘅上下其手高度干预佢嘅呢一个嘅内政，係咪，而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即係呢一个嘅香港亦都系跪撚咗地呢就係帮呢一个嘅中国呢行使佢交俾佢嘅呢一个嘅差使。咁即係换句话讲，甚至冇帮呢一个嘅中国就说好中国嘅一啲嘅大外宣，甚至冇我哋香港嘅呢一个嘅议会90件嘅中成废物全部都是嘴手机器投票去支援一些有利于中国他们的这个的法案。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已经同以前英籍时期的这个香港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以前的这个香港。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这个的Democrat,唔係 Democrat 啊 ，Republican 啦，啊依一個嘅共和黨嘅背景嘅依一個嘅議員咧 ，Christopher Smith 咧就動議就係希望咧就係再審視香港嘅依一個嘅駐美經貿辦係咪應該個比較特殊地位啊，或者係特殊嘅依一個嘅權利佢。咁而喺9月9號啊，休會完畢咧，喳喳臨咧就要嚇審批嘅依一個嘅法案啦。咁啊，在此之前咧，就原來咧就喺依一個嘅舊年嘅11月咧，咁啊已經有眾議院嘅呢一个嘅外交事务委员会咧，就以39-0咧，就是一致通过咧，希望咧就呢一个嘅香港经贸办咧，呢一个嘅认证法案咧，要取消吓香港一个嘅驻美经贸办嘅一啲嘅特殊嘅呢一个嘅权利。咁而家到目前为止咧，就已经系
接受到起碼有六個跨黨派嘅依一個嘅界別嘅依一個嘅議員啊，包括依一個啊依一個 Pelosi 啊，貝洛梯咧就亦都咧就係拍板咧就會支持咧就要屌你俾取消啊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嘅經貿辦嘅依一個嘅特殊嘅依一個地位啦。好啦，如果嚇即係依一個嘅議會裏面傾過通過咗啊，一定要嚇即係要 delete 啊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特殊地位咧，就要交俾啊依一個嘅拜登政啊總統啊去決定啊。究竟是不是去認證去取消啊一個嘅香港嘅特別嘅一個嘅外交嘅一個嘅特權。嗱咁拜登呢就可以呢就係簽 yes 決定取消香港從此以後即係一個嘅經貿辦喺美國裏面呢就唔會再有呢啲嘅外交嘅一個嘅特權啦，撤銷咗佢。甚至無如果佢哋通過咗交俾拜登，拜登認同佢哋決定係咁樣樣嘅做法嘅時候呢，甚至可以呢叫呢三個喺美國裏面嘅駐美經貿辦呢，唔該你哋掹插蘇熄冷氣熄燈割煤氣唔該你執嘢彭美拉箱走人，取消埋呢三個嘅經貿辦都仲得 close down 咗佢哋嘅呢一個嘅 office。 嗱，假如拜登唔忍認同嘅繼續要確認呢一個嘅香港駐美嘅呢一個經貿辦嘅呢一個嘅特殊地位呢，咁佢就失衡啦。因為點解呀，佢就要每一年都要寫薯仔文，要寫報告確認嘅一個嘅經貿辦喺美國裏面繼續運作，亦都要寫翻一個嘅報告審視翻同中國同埋中國香港同美國之間嘅呢啲嘅關係同埋地位，點解要繼續俾佢哋咧喺一個嘅美國嘅地方裏面有一個嘅經貿辦，同中國係咪仍然友好？咁啊，然後咧就再要要審批係咪應該係咪有佢哋呢一個嘅特殊嘅外交嘅呢一個特權？哇！美國總統你都真係好諗得閒咩？日理萬機，秒秒鐘幾廿億上落，係嘛？即係講真，話仲要嘥時間同你寫薯仔文、寫 report， 每年做一次。咁我個人嘅覺得嘅認為咧，香港其實就已經咧就係失去咗，係嘛？除非有一啲個 major 嘅一啲嘅重大嘅一啲嘅改變啊，點睇環睇、掂睇、遠睇、近睇、前睇、後睇，我都睇唔諗到即係同而家同將來嚟比，香港嘅問題啊，或者係依一個地位啊，或者係佢嘅自己本身嘅 characteristic 啊，有乜嘢重大嘅依一個嘅改變，變翻好就唔敢講啦，繼續變得閪咧就應該就屌你老闆係無可置疑嘅。既然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都決定唔撚想屌你老闆，如果議會通過咗唔撚俾佢哋有依一個特殊地位啊，咁你即係將來未來呢一年又點撚樣會行翻轉頭咧？咁因此亦都係加埋要做咁撚多嘅繁複嘅呢一個動作。咁我相信總統嘅拜登，當佢未老人痴呆之前咧，都識得點撚樣揀啦。上下眾議會參議院全部都屌你老味通緊過，交俾你依一個嘅法案要你簽規啦，唔好撚逆人意啦。幹再有甚者嘅，屌你持反對嘅意見，但係你即係出年裏面又要做嘢，即係搞搞震冇撚幫襯啫。一個唔覺意，又下何錦麗贏撚咗個大選，出年就多得你唔少啦，又要寫 report 係嘛，屌又要做嘢，咁啊即係我估九成九咧，應該就收鳩皮啦。就唔會咧，就係會即係通過即係會拜登會即係否定啊！即係如果兩院都點樣俾通過咗，要取消香港呢一個嘅駐美經貿辦嘅特殊地位同埋特殊嘅呢一個嘅權力，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即係美國總統亦都唔會逆佢意嘅。咁啊，眾所周知啦，咁啊，屌你早一陣子喺呢一個嘅駐倫敦嘅呢一個嘅經貿辦，香港屌你老味喺裏面嗰啲嘅人員啊！竟然就幫中共咧，就係執行一啲嘅屌你老味嘅嚇監視嚇在地嘅一啲嘅意見人士嘅嚇依啲嘅 status 啊，做依啲嘅監聽啊、監運啊、依一個嘅監視啊、恐嚇啊咁樣樣啊，甚至無咧就係幫中共咧就係行使佢哋一啲嘅屌你味交俾佢哋依啲咁嘅差事，咁就係已經如果擺啲咁嘅屌你味嘅經貿辦喺啲地方裏邊啊，根本就係依一個嘅屌你老味嘅中共嘅海外嘅呢啲嘅衙門啊，中共海外嘅呢啲嘅屌你咩省仔管，幫中共行使佢哋想做嘅一啲嘅屌你咩嘅惡差啊，呢啲壞事啊，如此類推。英國都有版你睇啦，咁你美國佬唔會咁撚戇鳩，屌你咩繼續重蹈覆轍㗎？根本就喺度屌你老味係除咗要執使行使一個中國嘅一啲嘅屌你老味嘅差事之餘，根本就係幫中共屌你老味係嘛？就去監察喺唔同嘅地區裏面嘅一啲反對中共嘅一啲嘅意見人士，幫中共宣傳之嚟，仲要屌你俾突出一啲可能係美國人啊，或者係英國人啊，係嘛？喺佢哋嘅地方裏面反對中共嘅一啲嘅屌你俾嘅意見人士，
咁啊喺自由嘅世界裏面幫中共行使一啲嘅邪惡嘅一啲嘅使命。咁呢啲嘅香港嚇駐美又好，駐英又好嘅呢啲嘅經貿辦，係咪應該要屌你俾散鳩走佢？一個都唔撚想留低，有咁撚快得咁撚快，唔該你屌你俾彭美拉想執嘢走人，屌你老俾收皮啊你！係咪要咁嘅呢一個嘅情況呢？好啦，咁而家喺目前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頭先我所講啦，有屌你咩三十六條嘅法案，有78%，有28條都係啊針對啊要檢視啊對中國或者係對香港嘅一啲嘅屌你咩嘅對美國嘅一啲嘅關係嘅呢一個嘅影響。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嘅眾議院嘅院長啊，呢一個嘅 Mike Johnson 咧就話嚟緊啊呢一個嘅九月嘅第二個禮拜咧，就係、是、一個叫做中國週啊，哇 China Week 啊！咁啊，依一劑，但係依一個中國州，我諗啊，玩撚完之後咧，就變撚咗中國好賓州咯。哦，跟住咁撚樣搞法，今次你做唔撚賓州。咁啊，喺而家裏邊咧，佢審批嘅呢啲嘅嘢咧，全部都係有14條咧，就係指明咧，就係針對中國。咁而針對中國就牽涉咗某一啲嘅議題，包括啊俄烏嘅戰爭啦，啊金融方面嘅呢啲嘅問題啦，啊依一個嘅中國經濟嘅依一個嘅影響力啦。甚至無咧劍指一啲嘅關於啊嚇依一個嘅中國嘅好多嘅一啲嘅屌你老味嘅有國家喺後面指使同埋撐腰嘅一啲嘅屌你嘅大企業，包括喺通訊方面有華為啦，依一個嘅無人機嘅品牌啊大疆啦，咁依一個嘅生物科技嘅依一個嘅龍頭華大基因啦，依一個嘅藥明康德啦，電動車有依一個嘅比亞迪啦，咁啊同埋一個電池製造商嘅依一個嘅國軒高科，咁呢啲嘅中國產業咧，依一個咧就屌你咩，全部都有國家喺後邊背後頂住嘅依一個嘅龍頭嘅依一個嘅屌你咩嘅企業嚟嘅，咁啊如果啊即係針對緊佢哋咧，即係換句話講咧嚇，即係佢哋喺美國裏邊希望揾撚到著數啊，揾撚到屌你咩嘅呢啲嘅優惠啊，或者係進入依一個美國嘅市場咧，就應該就含得撚臭嘅依一個嘅情況啦。咁好啦，除咗要搞我哋呢一個嘅所謂嘅香港駐美經貿辦嘅呢一個嘅特權有關嘅呢一個嘅方案之外，或者法案之外咧，仲有兩條啊，或者係其他啲嘅方案咧，都可以同大家去傾下嘅，包括係呢一個 HR 7589啊，一個叫做啊 Routers Act 啊，就會檢視啊美國啊喺輸入咗一啲嘅中國嘅一啲嘅伺服器一啲嘅 router 係依啲嘅 router 咧，依個網絡叫做路邊器啦，佢譯文就叫做依個 router 咧，究竟啊會唔會對美國嘅本土裏邊嘅依一個嘅國家安全啊構成好重大嘅依一個嘅影響？咁啊點解咧？因為有美國嘅政府嘅研究顯示咧，依啲嘅 router 咧，根據嘅數據裏邊咧，發覺佢哋啊，屌你老味係對美國嘅國家安全有一個嘅大程度上面嘅風險，而且啊，即係佢哋好撚屌你乜嘅弱雞嘅啫。俾黑客一搞鳩佢哋咧，佢哋就屌你乜就自動就會冧檔噶啦。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好撚容易咧就俾美國俾啲黑客入侵咗美國嘅一啲嘅網路。咁如果你商界啊、政界啊裏邊咧容忍咗呢啲嘅中國製造 Make in China 嘅呢啲嘅屌你乜嘅 router 咧，就好撚就屌你唔撚掂當啦。咁有啲嘅 data 啊，或者一啲嘅數據源源不絕咁樣，就有機會咧就俾呢啲嘅屌你乜嘅黑客咧就偷竊咗。咁偷竊咗之後咧，就將美國嘅商貿嘅一啲嘅秘密啊帶去唔知去邊個地方，咁啊仲緊使諗咧，梗係中國啦，又或者俄羅斯咧，咁你死唔撚死啊？咁好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你大家都可以想像啊，未來啊依一個禮拜裏邊咧，即係我諗喺依一個嘅美國嘅依一個嘅議會裏邊咧，就好撚多嘅嚇 debate 啊，或者係好撚多嘅依一個嘅程序要做啊，要審批呢幾廿條咧，就係針對中國或者針對中國香港嘅依一個嘅法案啦，就有排你受啦。唉，真係好老實講。老老柒柒啦！原本一個嘅香港就係一個嘅美國嘅一個嘅朋友，美國有啲乜撚嘢嘅好嘢嘅關照啊，如此類推啊，佢全部咧都會咧就係幫一個嘅中國香港咧就有所一個嘅大協。但係今時今日嚇，即係而家同你差唔多可以講話抹面嚇，即係反目成仇，又或者咧就係屌你俾攞個背脊咧就對鳩住你。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即係美國同一個嘅香港嘅一個嘅關係咧就係越走越遠啦。冇撚咗美國喺後面嘅一個嘅加持，咁啊將香港啊由香港就變撚咗做一個嘅中國香港，咁啊即係換句話講，而家已經係一個大家都眾所周知嘅金融中心嘅一個嘅位置，甚至無變為一個嘅屌你老味由寶地就變撚咗做一個嘅廢墟，咁啊冇撚計嘅，屌你老味嚇，即係你香港裏面所有嘅啲嘅英國人幫我哋打好嘅一啲嘅制度啊！而家都蕩然無存嚇，而家香港就由於之前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啊，即係高度自治，
而家就變緊咗嚇，大陸就直接就依一個嘅干預，甚至無喺香港裏面所有嘅 operation 啊，淨係幫依一個嘅獨裁政府啊，即係去依一個嘅賣命同埋去依一個運作。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啊，即係講真，所做嘅嘢只係有利於北京，而唔會嚇即係審時度勢，以香港嘅利益或者係以香港啊啊帶一錢入去香港地方裏面進行投資嘅呢啲嘅啊其他嘅一啲嘅啊西方國家嘅呢一個嘅福祉啊或者 interest 就作呢一個考量嘅呢個餘地。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咪即係迫使其他外國嘅一啲嘅屌你乜嘅機關快啲屌你乜掹插蘇撤出呢一個嘅香港啦。由高度法呢一個嘅自治啊司法獨立新聞自由係嘛嘅呢一個嘅開放嘅呢個地方。全部都變撚咗，屌你老味係啊冇撚曬，所謂嘅紫砂茶壺裏面嗰啲嘅寶貴嘅茶跡，全部都散鳩曬。咁啊，依個嘅香港就變撚咗中國香港之後，就已經唔係以前嘅依一個嘅香港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算啊李澤楷啊千叮萬囑啊，希望香港啊無論如何啊都要保住依一個嘅國際金融中心嘅依一個嘅地位啊，冇撚咗依個地位，你啊什麼都不撚事啊！但係睇依一個嘅香港政府，而家將佢玩撚到變撚咗金融中心嘅依一個嘅位置，將自己嘅寶貴嘅依一個嘅位置，所謂嘅紐倫港，而家就變撚咗紐倫波，落後於一個新加坡，仲大大力咁樣樣去沉淪，都唔知幾時至屌你老味係見撚到江山，係咪真係相信都係依一條嘅屌你老味都係一直嘅不歸之路？只要越跌越沉啊，分分鐘其他嘅依啲嘅鄰近地區都有可能啊取代咗你香港嘅依一個嘅金融中心嘅依一個嘅位置。喺咁緊樣跌落去嘅情況之下，以往八九幾年嘅光輝嘅依啲嘅屌你老味嘅歷史啊，即係已經咧就係進入咗依一個嘅博物館啊，即係屌你老味塵歸塵土歸土啊，即係唔諗使旨意就有一個嘅翻轉頭嘅依一個地啊依一個嘅地位啦。過去促進中國屌你咩發展嘅呢一個嘅屌你咩嘅嘅 catalyst 啊，而家已經係就似乎咧就失去咗佢嘅呢一個嘅功用。咁啊，好似一個嘅有用嘅呢一個嘅電動車，而家咧電池俾人掹鳩咗出嚟，即係停滯不前，然後喺啦原地踏步，俾風吹雨打之後又生鏽啊，又呢一個嘅腐爛啊，慢慢咁樣咧就變緊咗一嚿嘅爛鐵。呢一個就可以講話現今香港嘅呢一個嘅寫照啦。咁啊～而家嚇，即係美國佬擺撚到明針對你之餘，係嘛？又要睇一睇，就可能分分鐘取消你依一個嘅駐美嘅經貿辦。唔單止咁撚樣啊，屌你俾嘅五大嘅部門啊，亦都對於有個香港嘅營商啊，或者係旅行啊，發出依一個嘅警告嘅依一個嘅警示啊。咩五大部門啊？就是、包括依一個嘅國務院啦、財務部啦、商務部啦、農業部啦，同埋國土安全部啊。警告啊！香港而家呢一個嘅地區，如果你係從事一啲嘅企業啊，又或者你個人啊，有啲嘅媒體啊，一啲嘅唔同嘅商業嘅機構啊，研究服務嘅一啲嘅屌你老母嘅提供者啊，或者你係呢一個嘅投資者啊，我就建議你啊，就唔撚好再同呢一個嘅香港咧，就進行任何嘅呢一個嘅營商。美國嘅國民亦都唔撚好去呢一個嘅香港裏邊咧，就去到呢一個嘅旅行噶。啊，點解啊？分分鐘你自己有自身嘅呢一個嘅安全啊，無他嘅。屌你老味閪！啊，你呢一個嘅香港啊，2020年通過呢一個港版國安法，2023年又拍板呢一個嘅23條，好撚明顯係侵犯人權，而且嚇即係有冇任何嘅呢啲嘅屌你老味嘅機構啊，如果牽涉咗啊，犯咗呢啲嘅法律，就有呢一個嘅自身嘅安全嘅呢一個嘅風險。再加上嚇，只有你依家嘅呢啲嘅港官，日鳩日都惡形惡相，去屌柒呢一個嘅美國佬，係嘛？戰狼上身，係嘛？開名又好，唔撚開名又好，日日都屌你咩？張住呢一個嘅美國啊，係咁屌。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既然擺出呢一個嘅屌你咩嘅 hostile 嘅呢一個嘅姿勢啊，咁美國又點撚樣會覺得你應該屌你咩同你有友善呢？既然你都唔撚友善啊，咁我梗係唔會叫我嘅國民，甚至我嘅呢啲嘅國家裏面嘅機構啊、商業啊、呢啲嘅投資者啊，千祈唔係撚再帶錢落去屌你咩去嗰度投資啦。搵唔撚到錢之餘，俾佢沒收財產，仲要屌你老闆捉鳩埋你，咁你即係又要煩鳩我哋要派啊！屌你老闆啊 ，Mission Impossible 啊，依一個 Evan Hawks 救你嘅啫，梗係唔好咁撚樣搞啦，唔好搞咁撚多嘢，唔好撚退啦，好唔好？咁啊，更有甚者，陸陸續續近排，除咗依一個嘅中國同依一個嘅俄羅斯眉來眼去，喺依一個入侵依一個嘅烏克蘭嘅戰爭裏面啊，做出依啲好多嘅屌你乜嘅原料啊，又或者一啲嘅戰爭器材嘅依啲嘅屌你乜嘅供應啊，香港亦都被揭發
啊，喺依一個嘅偷運啊，啲嘅違禁品去依一個嘅俄羅斯，亦都協助啊，屌你咩恐怖組織啊，偷運一啲嘅屌你啲嘅物資啊，各方面嘅嘢。更有甚者，中國香港啊依一個嘅地點啊，亦都可能係啊啲芬太尼嘅轉運站，或者係幫依啲嘅嚇偷運芬太尼嘅依啲嘅屌你老味嘅集團啊，提供一啲嘅金融嘅服務。咁啊，證據顯示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喂，咁我仲同你益你同你做生意，制裁你都唔撚嚟一切啦，打柒你都仲有份啊！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香港亦點會再得到美國佬嘅 blessing 呢？鄧小平都有講過啦，千祈唔好同美國佬為敵，同美國佬為敵咧就屌咩冚家產，撲街冚家產，吃不了兜着走。你睇美國佬側邊啲老友記，個個都賺到盆滿缽滿，啊屌你老味肥到襪都著唔撚落，同美國佬為敵咧就注定咧就屌你老味揾笨柒同埋失敗嘅。鄧小平都有咁講過，行撚咗唔係好耐啫，廿鳩幾年啫嘛。屌你老比閪，你依一個嘅屌你比江澤民又好，胡錦濤又好，大家都記住依一個嘅屌你老比嘅守則，係偏偏你嘅屌你老比嘅賓州短春代大嘅習近平，屌你老比唔撚知道，仲要逼鳩我哋香港同你屌你老比得罪我哋嘅米飯班主，同埋背後嘅依一個嘅體場嘅依一個嘅大佬，搞撚到香港就屌你老比雞毛鴨血。咁啊，俾人哋制裁，俾人哋搞，就屌你咪吓，即系唔好问点解，系嘛？啊，依一个嘅屌你咪没有无缘无故嘅憎，亦都冇无缘无故嘅恨。先聊者战，打死无怨，系嘛？你搞人人搞你，咁啊，屌你咪，你哋拣得呢条路，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屌你咪企埋依一个中国呢一边，就注定就閪冧，就唔好问点解啦。咁啊，下个礼拜开始啦，留意依一个美国依一个嘅议会嘅依一个嘅。中國州啊，睇下佢哋啊拍埋拍板啊，啲傾過呢啲嘅法案，點撚樣制裁你中國同埋你中國香港？各位 MHK 嘅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嘅网站同埋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嘅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嘅，可以去下列 MHK.TV 嘅网站付费，同埋到 Patreon 注册会员。